大家好啊，我系 Wilfred 啊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打鼓嘅 idea，咁会讲下 odd grouping 咧，点样将佢哋应用喺四四里边。咁今我就举一个例子咧，就系七七二，咁佢包含一个七八同一个七八，再加多一个二拍八嘅 pattern 喺后边，咁加埋一齐就会有十六拍八啦。咁其实十六拍八咪即系两个八系四四咯。其实背后嘅概念咧，就是、用一啲 odd grouping， 可能系五拍八啦、七拍八啦，或者九拍八。應用喺四四裏邊，咁令到個四四嘅重複性弱好多啦。咁從而個 phrasing 長啲嘅時候又會有趣好多啦。咁大家如果睇完個 video 咧，有啲咩問題，即管 message 我問我啦，喺 Facebook 啊、YouTube 或者 Instagram 都 OK 嘅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。